牵一下，爸爸，哎，没啦，来，把衣服拿起来，给妈妈坐那边，嗯，对，你摆到边边那里，走，很刚好，奶奶剪完头发，现在刚好，长度刚好。而且这个剪这发型好，给你剪到。然后今天没办法去给人家剪。嗯。帮他剪。而且剪完非常有精神。对啊，剪得好看。妈妈很适合这个发型，我觉得反而不用烫。就把它撸一撸就好。烫还是你剪？他现在比较适合那种撸一撸的。对。哎，帮他剪的时候，他会那个吗？会不会太小？他会有反应吗？不会啊、还是他一直想要起来，就空间可以，有可能剪到一半他就喝啊，喝啊，喝啊。旁边有没有看比较大声的？我用蛋嘞，蛋嘞，别喝，别喝。坐不住就对了。哎，喝啊，刚刚那个，打卤我表的工，刚刚那个。应该是老人和小孩比较不好剪。大家那么很好，就不要让小朋友睡太久了，比较。来这一只吃一个吗？没吃是它。刚好两过。就是他。哎呀，就拍一眼。太难过了。哎，这个好。就摆在这里，危险呢，这只。看你能玩吧，我们就点点啦，送。嗯，要完了，开了。来，真的、哦。嗯。一四。哇，那么烂，这个还碰不到，这个还碰不到。漂亮。这个吃不到，这个碰不到。对，这个应该是放你。刚溜了，没人了。蒙蒙亮亮。哇！对呀、啊，在学他。
开心。我在我家玩水呢。哦，绝章哎、欸！哦，哇，有八柄呐、啊！自摸八，两台。嗯。我看。那
颗粒。太好摸了吧？摸摸耳朵。